那我们讲说，谈到自己的资料库，你有多少资料库，还跟你的修为有关系。你有些时候只看到这一小块，有时候会看到多一点，就是你几世几几世的资料而已。大家会看得到，大概都这一世，而且很多还是忘却了，或不在乎了，或在这上面心中以为不存在，但事实上。 在很静的时候，他会现钱的，很维系的动作，很维系的事情也会现钱。就觉得那件事我好像二十年从来没想过，好像也忘了。然后，当你已经有这个定的功夫了这个定的功夫到达某种程度生存的时候。 那件事很明显的又出来，你像很微细的一面，会看到当时其实还是有造作的，那有一些因缘其实不明白，对别人的伤害还是存在，那这些都是要有很很很有勇气呀，很有勇气、啊、去。 观察自己生命的足迹，但那个不是说要回去喝那个趁酒啊，去地窖把那那个过去酿的那那些酒拿来再醉醉醺醺的，再再再好像去品尝它，不是，而是为了整理。那为了整理，是为了要把自己理清楚、看明白生命，不要有。 所有不小心的误做的部分，化掉。如果说你刚刚所讲的这个意识层次出现的这些东西，其实它呢就是细细细相细的法则，那要化解它，都不是在梦中化解，就是你在观察它它这个的时候，相已经现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已经体体已经正德的人。 你从相修是可以的，体位正德的时候，不要从相修，这样知道？哎，你会升起解释啊，那个解释你不知道，其实你是以无名在解释。所以在那个上面，如果说你已经见过空性，那你已经啊、呃，所谓不不是有情绪的状态之下，它现前，那这个就是很维系今天若有若无未归党的东西。 这个未归党的东西，你就这个相去看看这个相的虚妄，这个相是虚妄的。那你内心还有对于世间相的世间相的一些啊粘附的情形那个是比较深层意识意识的啦，只能这样解释啦。你再练习看看就知道了。<laughs>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 如果你没有真的好好去执行修行的话，你还是被你自己的这些东西包裹着，你没有跳脱出去。所以有些时候菩提心菩提心发了，发了发了的人还会真正点点吗？那这下，我给发菩提心吗？干嘛呢？不会，发了之后你内心就会起极大极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是过去的自己跟现在。 看得很明白，而知道什么才是对，但是要下手去下手处又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很多人发了菩提心，可是你下手处不知道在哪里，你会觉得我怎么这个这个环境因素？那我怎么跳脱这个环境因素？那我要跳脱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因缘不圆满？很多人是不是會有这种矛盾？我这个因缘就没有圆满，可是如果说。 我还是过去的我自己，那我这个这个菩提心要利益众生，又是从何来来圆满它？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你要生观因缘法，也就是你自己因缘的这一块，它一定有缘起缘灭。可是当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它是逆转因缘，不是顺转因缘，因为你过去跟他的关系法是。 以无名结构无名，所以它是顺流。顺流就是流转。当你发菩提心，你是清净中发菩提心，你就会发现生命所有的结构，它没有真实的定义了。它没有真实的定义，所以它是一个过去坚持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你只有该做的现在。 然后，他的生命在沉住坏空，你的生命也在无常中啊。你如果把它定为阿尼我玛不完不玩这就是常想，这就是常。那你就想说啊，这已经不重要啊，我应该去行菩萨的所以这厝的吼弄面管，这放下吧，这个是断想，知道？因为你做了一个。 自我认定的解释，你要生观因缘法，它有缘起缘灭。但是你发菩提心的时候，你重读这个关系一定是不一样的。你会把它看成是跟你一样是有佛性的人，他现在不知道。那你会尽量帮助他去看到这一块，但对他是没有要求的。另外，你要打开另外一扇，另外打开另外一个门，那个门就是。 从自己的世界里踏出去，啊这个踏出去一定要借由所谓众生，就是大杯水了。借由你真正去行菩萨道的意愿，那很多因缘他会就就会现前。就像我们有常常听到很多同学要发一个愿意供养的愿，那愿意以他的专业技术。 或是他的智慧财产，来提供给社会大众、慈善团体、宗教团体所使用。马上那个很奇怪的缘会一直来，一直来。所以，他自然，当你发菩提心，你的生命是没有绑死的范围，那个门打开了。那这种缘它会浮现，你就应该要。 安住在清净当中，而去面对他，所以他自然就会有那个交流。那如果说你发菩提心，然后想要的是一个罗汉的清净，哎、欸，这个我肯你出家，阿、啊、伯你不要多问半。我说实在话，因为你想要一个清净，那只有出家才会让你。 把世间的很多东西做一个隔离了，那你可以选择你现在需要的、需要的一种状态的道场，因为道场种类很多。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在这个点上面去完成它。如果你的姻缘是是很圆满的，因为你就孤家寡人一个啊，<laughs> <好>那这种情形它就是最好的选择。 那有的呢，你还有眷属关系，你要升官因缘法，可是这个眷属关系就会一直很快很快很快，它就会变，它就会变，然后会让你很快去脱离这样的年附情形。那回到经文里面讲到，呃，回到这个大德的住述里面，他讲到，只有佛纯的种性。 看到自己现前借耳之心，体及真如，他马上会，他当下每个当下都知道，这是清净的。这所有一切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所有一切都没有困难，所以能够观察一切妄念无相，自明明他，发大誓愿，趁性修习。 这很重要哎、欸，就是说，当你看到所有一切，他内心并没有产生这种烦恼相跟那个不可能，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办法都可以，但最后呢，什么是他的办法？就一个，凡夫就是在一百个办法里面跑来跑去，然后忧心，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忧心嘛？ 其实 <laughs> 最后只有一件事是：什么样的择定或、哦、怎么样。然后你现在把握的因缘跟可以完成的事情、时间、空间，这个是是最圆满的。那我们修行人就是，你可以做观察，你可以做观察，然后了解之后择定，啊，择定就照这样走。 那这個走的时候也是随顺因缘，那会圆满到什么程度都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就这样，所以要趁性修行，要安住在自己的清净体性上而来修修行。如果你能够这样自然功夫到了，面无始无明，正本法身，任运起于不思议业。 种种自在作用差别，周遍法界与真如等，其实其实就是安住清净本体上而、啊、去行住坐卧。那这说这样懂得所谓用大，就是指这样的状态。那这个譬如以盐服金炼作仙丹，这是一个比喻啦。盐服金啊，炼了一个仙丹。 然后真的能拔宅飞升，游戏自在。吃了这个仙丹之后，就可以四处遨游。这是比喻。那同学听到这样，知道自己应该要从体性上修吧？可是你从体性上修，要达到你修完成，也一一样会通过这个六级呀。啊，就是六个阶段。 那我们对于修行里面的正果，来一点点小小的讨论啊，也就是说，我们讲啊，正的菩提，正的菩提，然后佛法里面呢，都有谈到三菩提，生闻菩提、缘觉菩提跟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三菩提。这我们在前两轮的时候有讲到，其实生闻菩提，它跟缘觉菩提跟无上正等。 菩提差异就是一个受用情形。声闻的菩提，它就是自己得正菩提，自受用。那它的路径过程是听闻佛所说的法而来修行，所以它是声闻而得正菩提，它是自己得菩提。那原觉的菩提呢？它是不透过佛所说的经论。 那自己也不用再受持这些大乘的经经论，所以心去正的解脱，这个也是自受用的，自受用的自正菩提。那所谓无上正等菩提，就叫佛菩提，就是讲发菩提心，也教别人发菩提心，然后帮助别人相信。 那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你来不来，你参不参加这样的修行，也都恭敬你，也会随喜。如果说你有参与啊，你有要修行，那就随喜赞叹。那自己不断的努力在解脱道上，所以自利啊，也不断的同时在利他，在利他跟自利上面都平行而前进。 所以呢，最后呢，正德的菩提就是圆满的，因为你这中间过程是，你认识的体跟众生是同的，那相呢有差异，用呢，就是你是在清净中的帮助众生开发而用。那为什么这三种都叫叫菩提？ 因为都过了河了嘛，都正得解脱啊。那三种人要渡恒河，生文人渡恒河以草为筏，以之而渡，就用草靠着草的力量将渡河，有没有渡过去？有。第二种人呢，圆觉菩提，就是以皮囊或皮船以之而渡，就是用。 皮制品，然后一个囊袋，或是造一条船，可以在上面过去，也是过了河、啊。那第三种呢？无上正等菩提讲的就是造了大船，那这船上载了好多的人，百千人，可能一起过了河。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啊，第一个自己提一根草啊，你忽一了鬼啊，么等。 啊！你是不是较紧？是不是较紧？啊！好，那家己会晓的时阵，哦，做个皮囊就过了，也不用等人。啊！第三个，等阿、啊、先造了一条船，那个九车的人上船，啊，这个家己开船，啊，这个过去到那边啊，敢未想顾？同学，你会不会这样的想法？会不会这样的想法？ 那这人此生此世啊，他是修行人再来啊，他很快就碰到空性了。那物后起修，偏偏串对不？真的啊，有人是这样，物后起修，偏偏串啊。他、啊、这是什么？先接本位啊，先接本位之后，还要努力再向前，然后再突破一点，突破一点，每一次的突破都好像得真菩提，其实那都叫相似。 那声闻的菩提没有错，他不再有烦恼，脱落了，心得解脱，看似比较快，可是他会站在虚设的彼岸，他不叫就近菩提，他是样化成虚设的彼岸，终究他会看到那个彼岸是幻象，从头再来。 会从头再来，所以以每一个主观而言，都叫得正菩提了。那以无上正等菩提讲的是实相的实相的圆满，这样子。所以它有没有比较久？没有比较久，它没有比较久，就是讲他刚刚讲的一世成佛嘛，三世成佛，跟三大神七劫成佛。 那我们常常会有迷思啊，多么想吃那个素食的，你是假说一说了，是说多少了，都想要一种快速的、快速的达到某种答案。其实这种快速的想法是多余的一念，应该是老实的呵呵、老实的每个当下。 这才是真正的快速，因为它连接的无间。这样有没有受到鼓励跟打击？鼓励是你得这样，打击是不要用想的，那个虚幻的早早打破比较好。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人有佛性，要达到开发圆满。 从这个体性上去修，中间会有六个阶段。那这个就是天台宗对于原教菩萨他整个修行的过程所立的一个理论，叫做菩萨六行位，也就叫六级。第一个叫礼级，礼级讲的就是一切众生悉住于佛性如来藏之理。 就是众生都有这个照相机的功能，大家是不是都一样？那我们看了你照相机留下来的资料是什么？每个人留的东西或许不一样，或许不一样。有的人留了一些相片，是血腥的；有些资料库是哀伤的，有些资料库是所谓愉悦的。 那这些呢，就是愉悦的人，他的情绪就一直进入愉悦中；哀伤的他就一直进入哀伤的感受中。那这就是众生的界别了。可是事实上，这照相机的功能，每个人都一样的，这样很容易了解啊。那你搜索你在做些什么事，那就是叫因缘篇。 福报就是创造你的正报跟一报世界，那你的正报一报就在三界里。那众生有没有这个如来藏这离体？有，这肯定在肯定，一点都不用不用怀疑。当你醒了的时候，你是什么？你怎么醒的？这个是你今天的第一念。 今天的第一念就是醒的那个刹那，长乐我静，还是啊，老颠你啊哈哈哈时间空间压迫。即使你也是长乐我静，六点半一样，六点半他不会多跑一秒。 你原来的位置也是那张床，对不对？可是你要醒，了六点半给跳下来，快了零点一秒，卡鬼筋。其实、嗯、<laughs> 你看，六点半下床站起来慢零点一秒。如果你拍默剧的话，它只是一个跳起来跟一个在走路，其实都是离开那张床。 然后醒了，拍末剧。你醒了，也是眼睛打开而已。你的第一念呢？你的第一个第一念呢？然后睡睡前的最后一念呢？困落去，困落去，还 <laughs>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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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讲啊？哦 我可能面在这个讲，还是说一切皆圆满？你的第一念跟最后一念，这就是重复重复你生命啊！说实在，你每一天就是这样啊，你每一天都重复一次啊，第一念跟最后一念，然后咋个？ 一点半，我哪不辛苦？我明天早上还背起来，就最后一念休息是为了明天要起来，一点感嘛足忝没对不对？我赶快睡，要不然我明天起不来。于是你心中有明天要起来的压力，怎么睡得好？对不对？啊，十一点。 四十五了，该睡了。明天要早起，嗯、就去，该去睡，而不是我老婆困，明天再背背看。他一样是去睡觉，一样是你知道现在几点，明天早上几点要起来。所以，生命这是最简单了。生命你每天就重复一次，轮回一次，然后出生到死是某个长度的轮回。 里面有千百个轮回在里面、啊，如果你能突破这个轮回，那不是很好吗？在里脊都知道自己这个觉性啊，这個、照相机的功能大都一样。以后千万不要觉得别人没有佛性，知道吗？千万不要不尊重别人，因为佛都这么尊重我们。 而、哦、我们竟然允许自己不尊重别人，这太不合道理了。那么凡夫，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精明能干的人，就要储存很多，越储存越多，越多表达自己的智能，这个是哪门子的道理？其实不是这样的，要能够照、见，然后空。 所有的一,一切里面，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让你常乐我净，绝对不是靠着外界的所谓阳光啊、呃花朵啊来让你常乐我净，不是的，就是那个清净让你常乐我净。所以还没有转，还没有体证，还没有佛性显阳，就是大家都藏着如来，<laughs> 如来藏。 回去就从体性上去修，这样。那第二个叫名字集，名字就是听闻一时菩提之说，而于名字是名言概念之中通达解了之位，也就是我们听到这个菩提，或是无上正能正觉，或是波雷，那我们对这个名字这个概念。 佛都有有讲嘛，这个之后之后你就通达啊、哦，就是应该这样。这个完成的状态，它过程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借有这个名字的代号，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众生呢，在名字里面呢、啊，也就是名言概念。我们上次在讲行运的时候有介绍嘛？啊，那众生在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 是谴责性的，在谴责跟自己下这个定义，这个下这个定义就用这个意识心啊，去了解，去跟自己做连结，然后下了定义，然后把它串成串，串成一种理想，去追求。但佛告诉我们，这个所有的一切。 其实，它都是假名，案例假名，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所有的一切里面了无挂碍，要达到那个真正的实相，而不是这个名字。这名字只是借由来告诉我们，所以佛法都是名字，可是你体证的实相。 就超越了语言文字名字像。那如果从第二个名字级了解之后，就要观行级，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名号或是这样的一个名相，我们要拿要把它拿来实用，起观行，就观察自己心里所有点点滴滴。最简单就是五蕴六根。 那六根一定合并有六成嘛？中间有六式，就是这样开的。所以，既然知道之后，我们真正要观察自己，理会相应之位，也就是这个道理哦，然后通达，让那个智慧产生了，所有的一切都在观行。 那这个观是一个动作，那这个位有分，此位分随洗、读诵、说法、兼行六度跟正行六度等五品，它这个里面是有深浅次第，在这个位阶观行位叫五品弟子位。这个智者大师啊，他多谦虚呢，他说他就是五品弟子位，对不对？你看。 中国的小世家智者大师说他是五品弟子位呢，那我们哪一位？<laughs> 我们哪一位？如果还狂傲的认为自己是什么位什么位，那留给自己啦，任留给自己，能不能真的水洗啊？水洗，有的人在做观行，有的人在努力的修行，那自己不完整的这些佛法概念，能不能读诵？ 能不能自己认识几分，就为他人来解说？能不能说法？能不能发起菩提心？真正的兼行六度？为什么用兼行六度？因为主干道还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做打理的动作。同学，你有没有打理打理你自己的生命啊？有啊。所以六度是兼行，最主要还有自己有主业。嗯 <laughs> 那到正行六度，所有一切呢都是不偏倚的，都是在六度。那必须有相当程度呢，完全在这里面已经没有我的概念、跟我的坚持、跟我的执着、跟我的利论呢，是三轮体空的正行六度呢。所以这过程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的。 差异相状，这是缘教菩萨外凡的位置，因为他只是在观行，还没有正悟啊。那观行之后，你当然会有体德。下一个位叫相似集，相似集就是你这个止观，越是这样来修修行的时候，越趋明净而得六根清净。 你如果真的有在做观行的人，六根不会松散的，不会的。怎么会让你哪哪一根跑去做怎么样的攀援跟哪一种特别的思想？那就一根不净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会明白而安静下来，所以六根清净，断除见思之惑，制服无名。这个是福哦。 制服无名相似于真正者，这个叫六根清净位。会相似，好像是真正正悟的人。真正正悟跟没有正悟的人，差异就是在冲突跟临极的时候。我们平常没有很很大的事件的时候，大家好像哎制服烦恼，这个相似位好像嗯。 也可以自在的样子，但是真正与己有关或是大的冲突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实众生都是有这个功德名利相的、啊，对不对？红咩心，你看会安怎？红职意的时阵，你看会安怎？人不咧给你，不咧给你看重的心，你也安怎？这上面就会很明白，对不对？这些修行就是说。 很容易去检核了，这个相似集啊，第五个叫分正集，就是分断无名而正中道之位，就是渐次的会破除无名。破除一分无名，正得一分法身，这个就分正集。分正集是一定有误。而、啊、这这这种不是刹那的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就像我们多次在解释，就好像爆破一样。那修行偶尔你会这个时候看清楚了某一个点之后呢，这个点的所有东西都不再那么重要。但是生命还有一些跟这个点会有有一些维维关系的啊一些因缘存在。但这些维维关系因缘存在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 另外的那个关系法的存在还没有放下，而对于前面你本来以为看破的这个地方，不在意吗？修行啊，比如说你今天看懂苦，你看懂苦苦都读读读了，你苦看而接受苦，甚至读它也不苦，也不乐。 要把苦转乐不大容易的，苦能够转到不苦不乐就不错了。凡夫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那你要把苦变成乐，那要非常的超越。众生都是在定义中，但你维持那个清净在里面，你就维持那个清净在里面。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再来，同学，你试试看，你现在心中在念佛，或是你现在很清安的在思索法意。然后你明白了、哦，你现在有明白，然后住安住在法跟法门当中，然后你走走走走楼梯，然后有一个师姐从下面的楼梯咚咚咚上来。 然后就撞到你，你会怎样？就是没什么事啊。<laughs> 可是你那个清安跟那个法喜跟那个明没有丢，是不是不一定苦？是不是不一定苦？下一次我们撞撞看。<laughs> <laughs> 那你如果说撞到了之后，你你如如不动的觉心不见了，你没有安住，你没有安住清净。 撞到一个冒失鬼，哎呦！其实这里面是有东西的。冒失鬼其实好几个念，因为你还要去找那个资料库里面找一个冒失鬼出来用，<laughs> 对不对？你是这样子走走走走走，然后撞到啊，就这样，嘿嘿，走了，没事。你变成喜憨儿。<laughs> 试试看，真的是这样。你要去把握自己那个清净常住，在所有的外界的因缘法里面不动，就是不动。那你无蕴没有随即而出，那慢慢就会分一点点一点点分段无明而正宗道。 剑刺会破除无名就是在这样的功夫。那如果说那撞到的时候，你起了个念，你的法药就断了。如果没有撞到，这是一个一个中间而已嘛。好，那你随即不动，你还是在那个清安里面，那个法药不会丢。那我们现况中常常会有老人痴呆症的烦恼，就是提起的不要被来停罪。啊，被。 杯啊，无洗，叫行去到遐要洗杯啊，洗洗杯啊，洗洗。后敲电话来说，未记你停水。打比方啊，好啊，未记停水，那么讲讲，诶，诶，杯啊，毋知下带去啊，是不是忘记杯子在哪里？啊，这个时候会不会起烦恼？一般如果说你专属的，你会不会去找杯子？其实找杯子里面也是可以真如而行诶。那找杯子就是顺着你来时路跟去时路这样而已啊。 然后找到的时候，哈哈，我来你的家，阿尼莲啊，我来我他多给你很的客家，是不是也是无喜无忧？是不是也是欢喜的？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我被淋醉但我不要去到待去。哦，恐怖呢，我一个老人痴呆症了。我那也安呢？哦，不要，你到底是在多位？什么工会多？一样就是找杯子，差这么多。 对不对？这样知道。好，这个是分正极，再来就近极，断除第四十二品之无名，就近诸法实相之位即妙觉位。这个是原教就近的结果，这是、个、原教菩萨就近的结果就妙觉位。这个不用讲了，一分一分无名要破啊，每一种情绪，你这辈子里面都得处理。 你都得经验，而且都得处理。你如果处理过贪，你这辈子对于贪就知道实相，它背后是生命启动的、启动的呃一个正常运作，而它只要加诸于标准跟设定之后，就叫贪。这样知道？好，那你每种情绪都得经验。 当恨的这个情绪有了经验值之后，你一定要去处理它，一直到没有这个恨，没有这个恨，你之后就会看到情感的素质，它是平等的，它是平等的。那如果愤的话，它还会产生一些行为，所以当这行为，你从愤这个地方要去反思，要处理你这个情绪，你都会看到。 所谓的身的造作，它会产生到一个语言或是一个身体的造作，然后它是有对象化的，然后再慢慢退退退退回去。你之后你在生口一三夜深夜这个部分就能吃手。所以任何的情绪跟行为，最后都可以帮助你回家。那生命有很多很多经验，粗糙的或是甚至于细腻的。 那种嫉妒啊，哦，那种微妙的内心变化，还是有些名利功德的这些东西，都会让你清除之后，会去证入，会去证入你那个最原始的平等跟清净，那平那个平等性质，啊，那这个六位今天介绍的这六集，这六位虽然有六种。 不同的名称，其实它的体性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你那个照相机的功能，只是你在发展，要要完成它跟真理相即成为一体的时候，它会有发生的过程。所以啊，开始就是在讲我们本具的佛性，到最后是成佛。那这个。 六个位阶，其实就是在说明你对法门的使用跟你修行次第上的差异，并不是说要比下来说哪个高和哪个低，不是这样，这是个别的个别的一个位阶。那这个级啊，我们讲六级，这个级表示离体初后阶悉相同，就是其实你开始有离级，到最后的就近级。 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尾，即也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结尾的时候。一个是还没有圆满藏着的，一个是圆满现现现阳的，它两个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你任何中间的修行，其实最后也会跟那个最后的答案是会结合起来的，所以要具足勇气。 不要生退屈心，同学，这样我们收到鼓励好，在自他上面，因为这个第三轮谈到的自他，我们现在先从基础点的这个修为提性上修，那后面再来介绍菩萨道的时候，它有多少的瓶颈，还有在修行时候，什么是一个菩萨应该应该安住的，应该安住的。 这种身心，啊，这样心经就算，呃，一起研读有了一些方向。那至于我们要如何修行才能真正成佛？固然世尊在教授的时候有做了许多的方便，就是对于自己的弟子、声闻弟子的代引，也有次第的权巧方便。 总说呢，世尊最后说到：“一切菩萨皆成于此入佛地故。”而这个成呢，是什么？就是大成。所以最后都是要有菩萨才入佛地，也就是你开始学习，一定有自己的范围、自己的局限。而每人呢，在 突破自己的局限之外，会看到进阶的这个需求，也就是进阶的一个瓶颈跟一个次第。所以慢慢一直转，一直转，从自己自我处理，一直到完全处理完自己生命的所有关系法，甚至于扩及到所有的众生，就不是只有自己这一道。 那从自己的这这一世，一直到累生累劫，甚至于到敬畏来祭。所以这些呢，都是呃从一个基础点一直达到圆满。那这里面呢，世尊当然就提出很多的、呃、这个法要，如果你是在这种状态，你怎么办？如果你是在这种状态。 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从佛经里面会概括性的透过大德给我们做整理，我们会知道原来我继续往前该怎么办。但是，真正开始修行的人，这些完全不知道。所以，听经文法有时候累积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抓不到办法。那这里面又跟。 大家的呃，这个根气种性，自己原来的能力有关系。那不管如何，我们总要找到一个基础点去进入。这个进入呢，我们既要吻合从体上修，又要看到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那自己现况里面该突破的，这个就要谨记在心，不能够在。 随随便便的听一听而已啊，这样子是永远没有答案的这样鼓励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我我们是在啊，我们是在六道中，就是六凡。那我们在这个法界里面，要把这个无名，就是这个痴，转为智慧。那转出去之后，就叫四圣。 也就是出凡入圣，那出凡入圣的过过程，你一定会有涉持佛法，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都有层重重叠叠的这些内容。那我们透过心经的教导，它就是直接的去抓你在这个烦恼点上如何做。 这样子会来得比较有利，那我们就知道，先看到众生都有烦恼相，在前面的课程跟大家介绍，这个烦恼就是要直接抓取你那个贪念，就是那个贪欲。那这个贪欲从哪里来？就马上去看到这个贪欲的来源是六根。 对六尘起六式。所以当这个六根对六尘起六式，这个地方就是烦恼的来源。所以我们抓这个烦恼起贪欲，就会就是回头去找到它的来源，就是六根门头。所以对于六根门头自己的这个地方，要很小心。如果你不愿意。 真实的那么小心的去看待这些，那意思，你家里的宝藏啊，这六个窗户是大辣辣的开着，什么东西进来就把它占满了。那所有你看不到什么是什么，这里面看到的尽是垃圾，而宝藏呢，已经不再有光芒，也不尽然被偷走了。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呀、啊，你要看到起的这个六识，啊，这些造成的贪嗔痴，那一看到自自己的这个贪念的时候，就要制服它，就是要让他先平静下来，不要再升起了。那这个不要再升起，这个贪念一定内心。 会有一些基础的理论来帮助自己制服它，这个都是有漏的文思二会，这一定是你在烦恼相中，你开始听经文法，有闻然后思，你有文思这两种智慧，可是还不够，你必须还要有世间的证件，世间的证件就是。 要厘清这个物的不长久，要厘清物跟我或人事物跟我的关系，其实就在这么短暂、短暂的缘起缘灭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能够制服这一念的烦恼心，基础上这个动作就是对的了。这个动作对。 就如同观行集呀、啊，我们都知道自己有佛性嘛，就如同观行，就是你有在做这样的整理，那内心有这样的运作，虽然不能够达到无漏，但是这是基础起点呐、啊。我们已经从体相体相用里面的体性修，现在把扩充它的步骤了。 再来，再来。如果你一直在这上面用功，自然你有相当的经验，而且会回光返照。你只要马上能够 hold 住自己，之后你就不会让自己无缘由的一直这样流浪下去。所以慢慢的，一定会有体德。那体德如果进入二乘人。 也就是，他对全面空的道理有所体会，或是甚至于会有发心，就是发大心的菩萨叫初夜菩萨。这个初夜菩萨跟二乘人进阶，他已经有回光返照的功夫。可是当起心动念，也就是起惑的时候，他能够觉察有念或无念。 修行就是你一念头一动，你就知道动。那这个觉察有念或无念，觉察并不是觉察有念，然后就跟着跑吧；无念，那就清安吧。不是这样，无念一般是查不到。老实话，无念就无念了，怎么还查得到？我现在无念，如果查得到，我现在无念，这叫有念，知道意思？ 所以无念是不可查的，因为它就是体性，它就是本体的相状。所以如果说我们觉察到有念，那就是知道前面，如果前面完全风平浪静，前面才是叫无念。那这个无念又不是傻傻的就进入了睡眠，啊，这个要有深度的修行才知道。所以呢。 就凡事没有发生，可是凡事都很清楚，理想。